现在有请家里人向你们发起一项挑战，什么挑战都可以。心算。心算。对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心算很厉害的。小时候我妈让我去上奥林匹克班，可不是白上的。哇，人送外号数学小达人，绝非浪的虚名。妈，我跟她比，你是几年级？我大一。大一。嗯。你是学什么？我学财务的。当我没说。挑战啊，挑战开始啊，准备。第一道题，一加一等于二。33×46。祖蓝，你刚才是不是吃太饱了？这多少？你告诉我得多少？1518。1518。嗯，真的假的 ？OK， 第三道题啊，14×11，155。154。给点面子。62×5。310。承让承让，华姐。花姐胜。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小时候的心酸白学了。在这里，我跟祖蓝感谢大家。好吧，谢谢。亲爱的，来吃饭。